他的人了，问他这边到底怎么了。男主一看，一个刚被咬的士兵向他走来，然后流浪汉和男主都被吓到了，转头就往回跑。不远处，他的女儿在静静地等他。这时，一个丧尸朝小女孩冲来，一拳将丧尸击飞。原来是胖大叔救了他。孕妇和大叔抱起小女孩就往门外跑，几个棒球小伙还在门口